想请问说，你昨天大概是几点到这边？差不多晚上十点半。晚上十点半。哦，那晚上十点半，那你这样大概等了多久到开门这样子？算下午一点的话，差不多13-14个小时这样子。哎，中间有睡觉吗？睡了3小时，在全家便利商店。我点了陈芝汉跟一个珍珠鲜奶茶。嗯、然后陈芝汉的话，它就是橙汁加玛卡能量饮。那的话，我觉得87块的话，应该是卖盘子的，但就是它就是一个噱头。但是以珍珠鲜奶茶来说的话，它就是一个真的是 CP 值很高的一个项目这样子。如果说十分的话，你会给饮料几分？就是两项饮料分别几分？我两个都给9分好了。两个都给9分。有预想过这次人潮会这么多吗？没有想过。大概这个人数应该是我预想当中的4到5倍了，已经。就四到五倍。那你觉得依照这一次的人潮来说，你大概估可能会有今天的营业额大概会有多少？今天没有营业额啊。今天没有耶，就全部都是送的，就是免费的、啊。哦，今天都是免费。我们预估今天是希望说，在这1点到6点之间5个小时嘛，希望可以出个1000到1500杯了。就希望说，看一看能不能我们在短时间内制成比较多的杯数、嗯，才能达到我们这个比较低的价格的这个品牌。现在就是控制在3个月内只有20家的加盟店，我就是不会收超过20家。所以当然也是希望说，这个十九茶屋这个品牌可以先遍布这个台湾每个店了。嗯，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目标也是希望说，透过大众对这个饮料品牌，看它味道到底在他们的心中是什么样的一个评分这样子。因为有一道饮品是陈芝汉嘛，那对于这项饮品啊，就是有没有特别的研究，或是说觉得这一道饮品当然受到特别的回馈？味道至上啦、啊、就是说当然它是以橙汁跟芝士奶盖然后加一些玛卡饮在里面，因为毕竟它是跟健身相关的这个产品嘛，所以我们虽然价格是87啦、但是我们这个价格本来就不是在我们饮料店的规范里面，它算是一个特别的专区啦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尝尝鲜是可以啦，而且这个项目到最后也是会拿掉。